大家好，我是胖丫，胖丫今天来到了成都的人民公园。听他们说人民公园的广场舞非常的火呀，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打卡，所以说胖丫今天也准备来目睹一下这些叔叔阿姨们的风采。但是最近很火的那个小哥哥今天没有来嘞，可能胖丫与他无缘吧，所以说今天就没有有幸见到他，真的有点遗憾呐。不过中间这个大叔穿黑色衣服的这个还是跳得非常的好啊，你看身体真的非常的柔，你们觉得是不是跳得非常的好啊？你看很有魅力啊。旁边这个大妈也是跳得非常的好啊，穿花衣服这个觉不觉得非常的可爱，真的看这些阿姨们跳舞真的是一种享受啊。附近有很多人都在这里看，真的非常的热闹。人民公园真的是一个很休闲的地方，真的非常的不错。胖丫看到这些叔叔阿姨们，就幻想以后胖丫老的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跳跳舞啊，然后这些有一群朋友一起聊聊天呢，真的是非常不错呀，老年生活就不寂寞了，哈哈，想早了。